但我会看模式选择要不要吃道具，因为我们客家人有客家人的玩法。但这一把不吃道具赢不了，来了，开始。不花钱要打新打算，很认真，差不多要解，要，不花钱的话要两个小时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看你的运气，看你有没有拿到法术狂潮，有没有让他直接高潮，法术狂潮直接高潮，哦，武道很知夺取了一个这个拔蜡莲雾，我发现，我发现越来越多玩家了，说真的，没玩家陆续过来了。这款不是说中文玩家越来越多了，是好吃。然后上次那个改版影片啊，好扯，国外那改版影片200万人看，好扯。我不知道我的影片什么时候有一部可以破200万的。好了，我们不要想200万，我们想20万就好了。我们的目标，如果我的一部影片可以20万观看，我直接不行了。我的梦想啊，有梦最美啊！按错了啦，哎呦，梦想按到两只麦维兹。你嘴拉西多？谁啦？又吵的！哎，他我没声音了。谁打过来啦？哎呦，我自己配音。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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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，现在跳不出去哦。当我打完这场就有声音，我不要。抱歉，刚刚我不是开入老模式了吗？怎么会有人打电话过来？莫名其妙，我还不是帮配音，哦，配得很累。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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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啊，莫名其妙，打到一半怎么会有电话啦？我不是已经关静音了吗？下次我直接连信卡都拔掉了。对，我学会了。下次我直接把信卡拔掉，就没有这回事了。欸，不过说真的，我有考虑，如果再玩很久的话，应该会考虑买一只双手机去玩这个游戏，会比较好。买一只那个比较可以玩游戏的手机，画质比较好，让大家那个看影片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个那么就是很像在那个马赛克。好，我们刚刚截了一个疤，你守在那边什么意思？他很下流，你知道吗？他守在那边说，哎呦，想搭车不行，请买票。好，子弹已满，那我们搭下一班，我们去隔壁站搭啊。奇怪，我们搭下一班呢、啊？拿不到东西啊，拿不到碰撞。我刚刚说要吃道具，刚刚我节奏乱掉了，就不吃了吧。那个电话实在太恶劣了。02什么开的？0204什么88599是不是？哎呦，我看到，咚咚咚咚。所以我们这种平民啊，我们平民有平民的玩法，我们不用追求第一，我们就是怎么样前五名就好了。毕竟呢，毕竟有时候课长就是打不太赢啊，我们可以赢，我们就玩我们的获胜方程式。对啊，我现在玩这个游戏，基本上。遇到蛮多，现在已经开始遇到蛮多课长。上礼拜还好，这礼拜开始，常常基本上很容易遇到那种全四星的角色，我就完全不知道怎么打。人家的那个野蛮人哦，就是多了一件披风啊，多了一件披风怎么样呢？两刀你就不见。而且我有两场遇到那个韩国仔啊，他们超恶劣的，基本上他就拿一个野猪骑士加野蛮人，然后四星的野蛮人，然后加一张野猪骑士，然后那时候呢，我就两个一个商人一个麦维斯，然后他就冲过来，砰，我就死掉了。就是这么强啊！啊，弄怪！现在 OK， 接着电话锅，不要丢了，不要丢了 ！OK，OK，OK， 刚被电话乱了节奏。宝石一颗变得100块很珍贵，对啊，而且也不容易掉。但是我觉得宝石这个场地我不太喜欢，有点太低站了。小小世界是我最讨厌的场地，刚刚就没空加速器。我的那个查克拉没了，那叫你先改名再来玩。这种时候我很想上游戏，哇！没事没事，我心态很好。小小世界坦克车稳了，蹦蹦开局选我，没事的没事的。这种时候很想上游戏，连胜断了，现在连胜不能断了。
对，虽然说这样改对休闲玩家可能有点压力啦，因为现在真的是难度有上升，确实上升非常多。所以我说现在鸡越来越重要了。刚刚那个玩家有拿鸡肉，多两双鞋子。动，每次都败在小小世界，没错，小小世界很难。每次都败的，我也是。那我现在努力的不要败在小小世界，连输两场是很丑的。必须保住我的尊严呢、啊。虽然说好像没什么尊严，但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两台坦克车，好像开局还不错。小小世界连道具都不想吃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那个冰豆，哇靠！你看那个冰豆，我直接变冰在那边哎、欸。哦，我连湿热冰都不用吃了，你知道吗？在这边舔就好了，有够冷的，我感受到寒冷。哇、哦，你们在过冬天呢、啊？人家以为我在过冬天里的第二把火。哎、欸，馒头，那、欸、叫可可啊，不是馒头。把你掩盖了，那我先把你吃了，可可。好了，好了，哎、欸，睡啦。不是啊，你那可……啊，真的很烦啊，我生气了，我生气了。什么康？什么雪特？雪特亚伦伯利？你完了，我让你没有明天了、啊。我这场就是追着你打，我让你没有明天了、啊，我生气了。你刚刚怎么欺负我？我怎么欺负你啊？我生气了。还敢？啊，把那个另外一个韩国仔去欺负他了。我们忙我们的，不然要穷死。哦，拿到一个佩妮，哪里就有我。Okay, 我们去寻找我们的宝物啊，毕竟有钱才重要。好，我们去寻找我的宝物，宝物在左上角，有点远。哦，这边有保护什么人，很可怕。他守在那边说：“秋香姐，苦瓜又是苦瓜茶，不喜欢喝苦瓜茶，你还给我配对苦瓜茶？哦，不喜欢，不喜欢，不喜欢苦瓜茶。最近都在喝那个好喝到内内妹夫茶，那一家是怎么来的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最近都在喝那一家饮料，好喝到坦克车和三星啊！闭嘴啦，讲什么出来？我那么穷啊，一只鸡，一只佩妮，没了。”有够穷的，胆小啦，有够穷的啦，看来大家都不好过啊，有没有？看起来大家都不好过，这个宝石的数量就知道大家过得不是很好。没关系啊，通货膨胀了吗？通货膨胀的话，我们就省着点用啊。哇，大家过得不是很好。哦，拿到一只蛮王，哎、欸，大家过得不是。现在的环境哦，基本上很高的几率给你配七家店了。所以竞争会很激烈，你很容易就被挤出去了，超容易被挤出去的。妈的，看，我要走了。好，现在有七管油可以用，我有可以用的，我已经95加满了。95加满，最近油价有点贵，刚刚加满，他跟我说1020块，然后我就少了20块。我问他说，可不可以让我赊账？结果他给我浅浅的一个微笑，说假塞。他给了一个浅浅的微笑，说：“我连20块都没办法收。”也是啦，哪有人加油在车上吗？太恶劣了，那只好给他2炮。超级绝地要来了吗？没有。